物资不丰富，但是生活处处有色彩。古巴人乐观天性怎么来的？Europe, Latin America, Argentina, Brazil. 知道有一个 logo， 可是我不大知道它的意思。全面防备包含五大方面，要怎么跟孩子解说？